Guess what, bitch? Coronavirus. 哎呀，最近这个新冠肺炎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记得要戴口罩。大家好，我是阿信，欢迎收看 Joxy 接近的邪恶分子。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请打开 CC 字幕。如果不想错过更多的潮流大小事呢，请记得订阅我们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忘记把口罩了，应该不用重录吧？是没错，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非常迅速，在欧洲、美国都大大的开始流行了，甚至连 NBA 都已经出现了不少起的确诊案例。其实连潮流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哦。据我所知 ，Supreme、Bape 以及一些欧美品牌的潮流店铺呢，都因为这个疫情而关闭了门市，转而改由线上发售。像 Air Jordan 6代 DMP 以及 Dior 正也 Air Jordan 1代呢，都因为这个疫情而延期的发售。但是各位这样看国外的一些状况，有没有就会发现我们台湾其实防疫做得非常非常的好。Shout out to 我们台湾的一个医护人员以及疫情指挥中心的长官们，因为他们呢，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想一想呢，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实在是非常的幸福。但俗话说得好，防疫再走，买鞋还是要有。那像我这个邪恶分子啊，其实就是比较怕死，为了避免去外面跟人家人挤人哈，造成那个感染的风险，其实我现在都待在家里，买鞋动作都是用网购。所以因应这个主题呢，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在家网购买鞋。好的，那我相信在看影片的各位邪恶分子们，有些人的网购经验应该会比我丰富一点。现在买鞋的渠道非常多啦，但是我觉得像是规模比较大的 StarX、读END， 还有一些像 Nike 以及阿迪达的网络商城，他们有一些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有些电商他不会直接配送到台湾，你必须透过一个冬季的转运站寄到这个仓库，然后再从仓库寄回到台湾。这样如此一来呢，让你的运费、货表之外，还有等待的时间也非常非常漫长，好不好？那像最近呢，这样滑着滑着，我就发现一个台湾的一个电商平台叫做 Holic，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从台湾发货，直接把货喷到你手上。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实际操作一下这个电商平台，打开 Google 搜寻 Holic， 点进去之后呢，来到这个页面，我心中永远的遗珠之憾 Travis Scott Dunk SB， 还有什么 Solace 的 Converse， 以及撒开 LD Waffle 第二版，哇哦，其实还蛮多的哦。当然除了一些爆款球鞋以外，基本上它这个应该是会有帮你做选货的动作，所以它上面不会卖一些很挫招的鞋款，都是一些很角色，因为它上面这个尺寸标有没有，它是选择的是公分数嘛，27.5公分就9.5号半，28.5就是。是10.5号半。那如果你看不懂没关系，你可以往下拉，这边会有一个尺寸对照图。以一个专业的鞋粉子来说，我们在买鞋，我们不会看 EU， 我们只会看 US 跟公分。我建议各位啊，像我在网络上买鞋之前呢，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套到这双鞋子，来确定这双鞋的版型、楦头是不是舒适，跟我有没有搭。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去试穿一下，再来网络上买鞋会比较安心。那除了球鞋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卖一些服饰配件。哎呦，蛮高端的哦。Stussy 有卖，然后 FR2、Fifth Guard、Hard Hard， 好，你看啊，正品保证假一赔三。我觉得他给你保证假一赔三这个政策，是一般有一些想要钻小缝隙的一些电商的话，应该是不敢做这种保证。好，各位朋友，那如果逛到现在啊，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都是球鞋的单品照，对不对？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他要看到实搭的照片，他才会买的心安的话，我跟你讲，你打开你的 Instagram， 搜寻 XIN_YEET9， 我个人。IG 追踪一下，没有啦，你一样打 Holic， 打 Holic 之后，这个 Holic Global 点进去，这边他们会帮你整理出很多十大照片，一目了然。像是这一双红下桂玉跟 Converse 联名的 I'm the Soloist， 直接上脚照这边都其实帮你整理好了。好，那这个Vapor Max Off White 2.0 都有，真的是蛮新的一个电商平台。好，那其实我觉得它这样版面整理的，我觉得也不错，让一个今天想要买球鞋的人会有一个目的性去购买一双自己想要买球鞋。OK， 好的，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你终于收到包裹之后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戴口罩、消毒。华丽的方式将这东西给化开。爽快就是要这么爽。然后打开之外呢，也别忘了再进行第二次的消毒，因为现在这个病毒实在是肆虐全球啊，一个不注意呢就有可能会感染，好吗？以上就是今天内容，刚刚就是用比较幽默、比较风趣的方式来告诉大家防疫的重要性，好不好？那现在大家呢，全民防疫，记得要勤洗手，然后不要去人多的场合，也不要轻易的出国啦，好吧？因为现在其实台湾的一些防护人员，他们都非常非常辛苦，在我们把关，为了体恤他们，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好吗？那以上就是今天内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购买潮流单品终于不用人挤人，全新火客 Harley 精品潮流电商给你第一手的资讯。想当潮人，跟着 Harley 对啦，而且最重要的是 Harley 保证正品，买到假货一赔三给你。